秋秋，还有吃的吗？家里没了，你自己找一下，看有没有速食呗。哎，你看这新闻上都说了，普通热水器用久了，里面的镁棒会消耗，让内胆生锈。我这身上又干又痒的，肯定因为这个。哪儿那么矫情？我用的就没事儿。这么晚了，该洗澡了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快去快去，秋秋，我洗好了。周周，你快来看呀，这个热水器现在出水点都有点黄了，还不换一个吗？我早就跟你说换一个了，你老说我矫情，你连这点小事儿都没放心上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心上嘛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最近很忙，没时间。你老说你忙，你总是这样。我们有多久没在一块吃饭了？秋秋，还有吃的吗？家里，你找找有没有。那天我们两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我们似乎吵了很久，最后扔枕头而去，留下我呆呆的坐着。他很过分的把我咬的绿植洒在地上，我发誓再也不原谅他了。今天我们两周年，我悄悄约了餐厅，准备和他一起庆祝，可他却告诉我要加班，直男，一点也不浪漫。我就知道他是爱我的。项目结束，他就把热水器换了，敏感肌真是难熬，对于洗澡水的要求也高。噔噔噔，看这是什么？哇，你给我换了美的热水器。他满意不？满意。俺俩今天吃了好多好吃的 ，so happy。每天都这样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又忘事了？你在哪儿？我想起好多回忆，可是好多都是模糊的，我根本就记不起来我到底是怎么了。乖，没事哈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嗯，你自己看吧，你让我帮你存起来的。又忘了吧？那我就再讲一遍给自己听吧。那天晚上他喝多了，打电话叫我去接他。我到了以后，因为他喝了太多发起的小脾气，在马路边就和他吵了起来。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一辆酒驾的车突然撞过来，他一把把我推开，就这样他倒在了血泊中。我们两人永远都天人永隔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